Høyeste mester Ching Hais dagbok, levende mestere kan frigjøre alle sjeler som kan reddes. Del 4 av 4, Hop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gikk på kinesisk og engelsk 5. mai 2019 i Taiwan, også kjent som Formosa. Anybody want to share experience or ask question, anything? Any good experience you can share with people when I'm here? Not when I'm not around. Better don't talk, okay? Only when Master, yeah, over there. 感谢师父. 我今天很高兴能跟师父说, 20几年前, 我是因为我的爸爸自杀了。 我想要在，我看到云在飞，师父穿着白色的白袍，外面套着袈裟，然后穿戴着白帽子，拿了一根竹竿，上面挂了葫芦。可是我爸对我是蛮严厉的，他跟我讲一句话：“别做了。”然后境界就没有了。哦，我在此谢谢师父。 超度了我爸爸，我根本不花一毛钱。OK，还有一点就是说，师父不仅超度我爸爸而已，在921地震的时候，我那时候我感叹那边死好多人哦，我就一直很诚心的求师父，师父你带他们走吧，他们好可怜。结果就因为这样，好奇怪哦，我看到的是。 好多好多的那个灵魂是透明的，而且有点淡蓝色，整个荧幕都是淡蓝色。然后他们就像军队一样，就是整军这样子，一小方块一小方块。如果说10乘以10的话，就是100人。然后我看到是好几个方块，他们竟然整得像军队的那个队形。然后就在师父那种。 就是师父下了一道光下来，可是那个光也不是很强，我觉得就是像师父那个有一幅画，不是有解脱吗？那解脱那一幅画的那个动作这样，就这样咻一下，哎，我整个画面也没有，然后他们也没有了。师父要超度他们是这么的容易，还有最近我看到了狗狗，有4只狗。 然后后来我认出来有3只是我养过的马尔济斯，然后我就想，哎呀，师父好棒哦，把我的狗狗都带上天堂了。哎，怎么有一只第4只的狗？那只狗我想大概是师父的狗吧。可是后来我想一想，应该不是，哎，那只狗应该是我小时候在我家养的一只狐狸犬，它比较大只，哦。 所以那时候我才想啊，原来那4只狗他们都在一起，而且他们在天堂在那里，好快乐啊！我真的是很感谢师父。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在最近打坐的时候，也看到有那个穿白袍，还有头发很长的，他们跪下来，我相信他们是在跟贵师父感谢师父。然后还有就是说我看到。 那个好像有很多的灰烬，然后灰烬一直往上飘，那灰烬有些是淡蓝，应该是说淡灰色，有的比较黑。我相信那个就是要么就是我的业障，要么就是同修或是地球的业障，就是这样子就是破灭了，然后往上飘走这样子。那我在此我很谢谢师父带给我这么多的体验，也谢谢师父。 就是我想要什么，师父几乎都给我，我好感谢师父，谢谢谢谢。不客气不客气。OK，行，还有没有别？师父好。好。我可以说一下我女儿的体验吗？小孩子就是前年的时候有在西湖看到师父，那是他第一次看师父，然后。 他也很珍惜嘛。然后师傅，当时开示呢，我们在讲台的侧面看不到师傅。后来师傅从那个侧面出来的时候，就是开车要回去的时候，我们就有幸看到师傅了。
然后师父和着掌笑着向我走过来，然后师父合着掌，然后全部都是弯道金光这样子，然后我看师父就是阿弥陀佛。所以他那次看完师父，他就说：“哎，你们看的怎么跟我不一样啊？”他说：“我看见师父就是阿弥陀佛这样出来的，跟我看到画像里是一模一样。”然后后来师父又向我走过来的时候，师父突然又变成现在的衣服了。这是小孩子的一个体验。师父，小孩子还前段时间打坐，还有一个体验我能讲吗？就是小孩子。 前段时间打坐，他就哭了，然后他整个泪水啊，就把那个枕头全部都哭湿了，醒过来。他说师父太不容易了，他哭着醒过来。他说师父，在来我们大陆的路上，他说这个路上啊，全都是布满了这些石头啊，还有荆棘啊，然后师父一个人，背着一个穿得很单薄。 然后路上全部都是很深的那个积雪，然后师父长得个子又小小的，那个雪呀一直到师父的膝盖那么深，师父很艰难的在走，后来呀，他说师父穿得很单薄，背着一个小小的背包，但是师父又背着一个很无形的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包，他说这个包就是世界的业障。 所有众生的业障，然后我们同修呢，说我们大陆的同修啊，有一些在帮忙帮师父捡这个路上的垃圾，还有障碍的石头，但是也有很多同修在丢这个石头和丢垃圾。那有的人呢捡的，他说有的人虽然在捡，捡了一点点，然后又扔了很多，有的人呢他以前是扔的，但现在他改过了，一直在帮师父拼命的去捡这些。 障碍的这个石头和垃圾，他说后来呀，师父就快到大陆了，突然摔倒了，然后师父就手就出血了，师父出血了，然后他就在梦里一直哭，他说师父的血滴到那个雪白的地上，雪地上每一滴血都绽都化成了一朵莲花，后来他醒了，他哭着，他枕头全部都湿掉了，他跟我说妈妈，我们要好好做，帮助师父。 我们不要做丢垃圾的人，我们要做帮师父捡垃圾的人，要帮师父扫除这些障碍，让师父能够把这个正法弘扬全世界，让所有的人都了解师父，不误会师父，让所有的人真正了解师父的和我们徒弟我们在做的事情。就这样，师父，感恩您。 跟小孩说不要关心那么多 ，OK？ 师父还好？我要跟师父报告的就是说，我跟师父27年印心了，已经27年。可是我那时候刚跟师父印心的时候，师父就解救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他生前爱吃肉，所以我没有想到一往生的时候，头七那一天我亲眼看到他回来。可是那时候我就知道说人不会死。 最后，我爸爸就马上下地狱。那时候我好伤心。最后，我求了好多人帮忙。有一次，我求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说叫我去找青海。那时候我还误会说要到青海省去找青海。最后，我才知道说原来是青海师父。最后，我跟师父印心后，2个礼拜，师父亲自带我下地狱去救我爸爸上来。最后那一次下地狱的时候，所有的地狱全部都空了。 因为师父的力量，所有下地狱的灵魂全部都空了，师父实在太伟大了。然后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我有一次打坐的时候，看到师父的眼睛好大好大，比整个宇宙还大，真的实在太大太大了。我感觉上我掉在师父的眼睛里面，就像一个细沙一样，就是师父真的实在太大了，那个眼睛比。 就是像阿弥陀佛讲的，师父的眼就是佛陀的眼睛，就像那个四大海一样，真的实在太大了，我实在无法形容。
接着2013年我哥哥过世，师父一直跟我讲说我哥哥已经解脱了，可是那时候我是一直很想看我哥哥，没想到我哥哥过世后半年后，师父竟然在他的儿子身上显现，让我哥哥回来让我看到，我看他的到他的儿子后面放着七彩的光芒，实在太漂亮了。中午12点钟哦，他从门外走进来的时候全身都放金光，太了不起了，真的师父的力量太伟大。而且他儿子没有修行，他只是观音法门的儿子而已，修观音法门的儿子，他的脸竟然发金光，而且他的金光是从他儿子的脸里面射出来。我当时是觉得太奇怪，怎么会有人这样，我就靠近他的脸看他的那个皮肤。最后 我哥哥的儿子还跟我讲说，姑姑你为什么那个脸要靠我这么近，我是因为要看他为什么那个金光会从他的脸每一个细缝射出来。然后我的大嫂因为他经常都毁谤我哥哥，就像刚刚师父讲的一样，真的不能够毁谤修行人。我的大嫂即使中午12点钟太阳光照着他的身体，我看他全身都是黑的，连他的五官跟他的衣服穿什么样子我都看不到，全部都黑的。跟他的儿子判若两人，他的儿子是全身发金光，而且后面还射出七彩的光芒，可是我大嫂却没有。所以说真的不要毁谤修行人，感谢师父，谢谢师父帮忙我们全家，太感谢了，谢谢师父，谢谢谢谢。你回去叫那个，你回去叫那个妈妈呢忏悔 OK， 还有救还有吗？啊，说。那是我再多说一个体验啊，这个体验是今天上午早晨在这个新地体验到的，就上面有个大的广场，那楼梯上面，今天打完坐之后的话呢，因为中间休息上去有在那晨练的，就觉得当时比较疲劳比较累，但慢慢的师兄师姐都走了去吃饭的时候呢，这个广场人越来越少了，就突然感觉怎么讲，那一刹那的讲，整个广场好像就能量特别的强大，这个心地这个地方，然后那刹那我感觉好像就自己好像不存在一样，就感觉天地俱融，而且那种力量的话，无法用言语形容，非常的超越啊！这种感觉不单单在那个大广场有，包括在少林寺上感受整个我们心地都是这种感觉，特别特别的强烈啊！然后这让我想起以前就是泰国禅的时候呢，我也有一种同样的感受，在芭提雅那个地方，当时就是肉眼就能看到整个那个空气中那个光就特别的强烈。所以说刚才师父说赞叹这个在世名师的功德，说很多这个天人下来去赞叹世尊，真的是一个在世名师的功德，真的是无边无量的，无法用言语去赞叹和感谢的。所以这里特别特别的感谢师父带给我们这么多众生这么大的恩典和福报，谢谢谢谢。Whoever can stay, stay. Whoever has to leave, leave. And go have dinner. Okay, huh? Muy guapa. Soy muy guapa. That means I'm beautiful in Spanish. We love you. 要保留教室里，别讲话啊。好多这样也对，女孩子乖乖要脱离苦海是吗？这世界没什么好，没什么那么永久好玩了。